样子。新农牛队这几年来的当家三垒手又被排挤了，而林义泉是左打的巨炮哦，这个球欧巴了，左外野方向啊，安打，二垒安打，哇，打击果然还是有他的一套啊，林义泉。哦，第一支安打是他打出来的了。对，新农牛队这场比赛啊，面对杨建福的第一支安打，反方向，左打者打左外野反方向的二垒安打，两出局，攻占得分位置。这球有点失头哦，变化球在高的位置，这是阿峰特别要注意的，他的变化球一定要稍微放在比较低的位置，会比较理想一点。林义泉也是南英商工的选手，南英商工毕业的选手。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扑下去，哇，结果球没有拦截下来，反托要跑三垒，球传到三垒，哇，反托给触杀出局。